历史的一家电视台为了宣传音乐剧《真善美》，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《哆瑞咪》这个音乐剧呢，他们为了选角，找了200位舞者在比利时第一车站快闪。那么这个快闪的影带传上了 YouTube 之后，引发了全球的关注，非常好看。早上8点，比利时第一大城安特卫普的中央车站，准备上班上学的人很多，却没料到一个美丽的惊喜。而降的真善美经典歌曲，脚步匆促的欧洲旅人开始慢下来了。 Doe, a deer, a female deer, Ray, a drop of golden sun. 忽然中世纪的老建筑里开始出现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舞蹈。 Far, a long, long way to run. So, a needle pulling thread. La, a note to follow so.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e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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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e A deer, a female deer 越来越多的舞者不经意地窜出窜出在满脸讶异的人群面前。本来是比利时电视台为了宣传音乐剧《真善美》的选角活动，后来突发奇想把200位舞者找来快闪，在充满着无数离别和相聚的百年大车站里上演美丽的快闪。特卫普中央车站是欧洲许多快闪族的最爱，不论是想反讽传统的新人快闪，年轻人单纯爱秀的热舞快闪。为了慈善的进入募款，在最美铁路大教堂的穹顶下，人类的创意不断上演。不过最浪漫的当然还是这个从2009年开始已经创下近2000万次点阅，集合舞者和路人加入的经典快闪。觉得快闪有点 boring 吗？你懂了吗？不经意的生活惊奇，却是许多人莞尔想起都会撇着头微笑的一生风景。谢谢你收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